你拥抱了吗？
知道很痛，擦去你的眼泪，绷带和吻恰到好处，会让你的伤口好些吗？快快彩色玩具车，
看起来棒极了。
吹过来，真的好冷。下雪了，也没有阳光了。于是小蝗虫就上山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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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很冷又很湿，我也很饿。很抱歉，我晚了很多天。山谷里，他去了蚂蚁的家。他很冷，很窘迫，很伤心。但是蚂蚁告诉他，欢迎他。然后他很感谢，很高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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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蜘蛛从水管爬上去，突然下雨，它又被冲下来。太阳出来晒干所有的雨，然后小小蜘蛛又从水管爬上去。水管爬上去，突然下雨，它又被冲下来。太阳出来晒干所有的雨，然后小小蜘蛛又从水管爬上去。一只小小蜘蛛从水管爬上去，突然下雨，它又被冲下来。太阳出来晒干所有的雨，然后小小蜘蛛又从水管爬上去。怎么不怕冷啊？太好了，
题，你怎么不玩话题？太好了，我想玩话题。真好，真棒，话题很有趣。耶耶耶，我爱话题。你看，你看，老鼠爱话题。我们要这样刷刷
刷牙，刷刷牙，刷刷牙，我们要这样刷刷牙，早上和早就起来。我们要这样穿衣服，穿衣服，穿衣服。我们要这样穿衣服，早上很早就起来。我们要这样梳头发，梳头发，梳头发。我们要这样梳头发，早上很早就起来。我们要这样穿上鞋子，穿上鞋子，穿上鞋子。我们要这样穿上鞋子，早上很早就起来。